老板娘今仔安尼人安尼，你感觉安尼敢有足多诶？很多啊，很多人啊。你几点就来准备啊？然后七点多就先来了。啊，你有准备比平常还要多的量吗？有啊。多多少啊？跟夜市的数量不能比啊。老板娘今仔安尼人安尼，你感觉安尼敢有足多诶？很多啊，很多人啊。你几点就来准备啊？然后七点多就先来了。啊，你有准备比平常还要多的量吗？有啊。多多少啊？跟夜市的数量不能比啊。有没有两倍？有吧。超过？应该吧。期待把它都卖光光。对。提早收工。
OK。呵呵呵。呵呵呵。顺利的买到你想要的东西吗？都有买到吗？有，都有买到。你买到了什么？这种类似钥匙圈，钥匙圈，然后还有发夹，对，哦，对对对，发夹，总共花了多少钱？8100，8000块，这是三位都要看我相亲会，对，那是打算拿这些往上印人吗？哎，会会会会，对，会，谢谢谢谢，你们大概几点来的？凌晨3:30。从哪边来啊？桃园。都是小朋友喜欢的，小朋友喜欢的。他追了多久在那边？应该好几年哦。对。那觉得他们这次来高雄，其实觉得还蛮意外，还蛮期待的。对啊。怎么说？就是没有想到他们会来高雄。嗯，之前有在传说，可是就一直没有很正确的那个消息。他确定之后就真的很开心，然后有去抢票啊，试试看这样子。所以才想说要买周边。对对对对对。加一抢。对。都是要买这些周边都。要代购的部分，对，还有代购费。对，那你觉得这样在现场卖？现场卖是还蛮划算的。对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抢到一场，抢到一场，抢到一场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。